今日是2019年4月23日夜晚，再过多几个钟，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就正式首映了，全球首映，早过外国两日上映，是不是劲兴奋呢？是不是劲想睇呢？是不是都买不到首映飞呢？啊，我哋买到啊，今晚就去睇啦。哎，唔好关视频住，放心、啊、我哋唔会剧透嘅。不讲开又讲，复联四作为漫威电影宇宙第一阶段无限传奇嘅收官之作，前面11年时间里面铺垫咗21部电影，我估你哋都一定唔记得咗嗰21部电影讲咗啲乜嘢噶啦？诶，唔紧要，今期节目我带大家回忆一下。第一部钢铁侠 Tony Stark， 一个超级有钱的富二代兼天才，因为太串了所以被恐怖分子绑架，然后为了首脑开发了一套钢铁战衣出来，成功走脑之后他就觉得啊，套战衣挺好用、啊、升级一轮之后换了个配色就走去维护世界和平了，最后打赢了反派之后就向全世界宣布他就是钢铁侠。 I am I。第二部无敌浩克，拥有7个博士学位的科学家 Bruce Banner， 因为受到伽马射线的影响，一溜就变成6个人 Hulk， 为了不被人发现，他一直都隐姓埋名，不过最后都是避无可避，无奈之下变身打赢了反派，然后继续隐姓埋名。算了，我知道你都没看过这部了。第三部钢铁侠二， Tony Stark 觉得自己就来死了，跟着就扮到好串咁，送了套战衣给他老友 Rudis， 然后他自己一条友行了去吃甜甜圈。在这个时候，神盾局的局长单眼佬同一个一体的身材，一体的身手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的黑寡妇，过来跟他说，喂，你就来死了。我就知道，我想啊，咁我可以点啊？问你老豆啦。然后 Tony 就喺佢老豆嘅模型里面发现咗一个新元素，跟住佢唔使死。最后佢同个老友一齐打赢咗反派之后，就同个小辣椒喺屋顶上面热吻。第四部雷神，雷神锤感觉啊，唔系雷神 Thor， 因为太串啦，跟住俾个老豆 Odin 踢咗落地球。然后佢就无缘无故中意咗女主角 Natalie Portman， 开始咗一段异性恋。跟手雷神嘅细佬 Loki 就谂住趁阿雷神病攞阿雷神命，派咗佢几日嚟地球想做低雷神，结果搞到雷神回复翻力量。咁啊，雷神回复翻力量，梗系翻。阿斯加德同 Loki 开片啦，最后雷神打赢 Loki 就失踪咗啦。第五部美国队长，一个呃撩鬼命的美国人 Steve Rogers 好想参军保家卫国，所以自愿去做人体实验，打了几支蓝莓味加落之后变到鬼迷咁大只，嚿胸肌劲大，真系超级大。跟住佢就做咗美国队长啦。巡回表演咗一段时间之后，美国队长就带住好基友去打九头蛇啦。期间佢最好嘅基友 Bucky 唔小心跌咗落山崖失咗踪。最后美队同反派争宇宙魔方嘅时候，因为唔识得揸飞机，跟住撞咗落冰山，足足冷藏咗70年先至俾人解冻。第六部复仇者联盟 ，Loki 走去揾灭霸借咗支权杖，走咗嚟地球控制到鹰眼攞咗宇宙魔方想侵略地球，然后单眼佬就走咗揾绿巨人、钢铁侠同埋美队帮拖啦。然后雷神又突然间出现，钢铁侠、雷神、美队无啦啦打咗交，然后佢哋又集体喺飞船上面打咗交，结果俾 Loki 走甩咗。跟住 Loki 就走咗去钢铁侠屋企，喺天台上面开咗个大窿放晒灭霸啲僆入嚟。跟住钢铁侠、美国队长、雷神、绿巨人、黑寡妇同埋鹰眼就组成咗复仇者联盟，一齐对抗外星人。最后复联赢了，顺便讲埋宇宙魔方被雷神带翻咗阿斯加德，Loki之权杖唔知点解去到九头蛇度。第七部钢铁侠三，通年因为太串被恐怖分子袭击，但今次佢又唔着战衣，又唔揾美队帮手，自己一个走去调查幕后黑手，唔知为乜，结果小辣椒就俾人捉咗去做人体实验啦。咁通年肯定嬲噶啦，即刻就遥控咗10几套战衣过嚟打反派，最后打赢咗。第八部雷神二，雷神条女无啦啦跌咗入一个神秘空间度，然后就俾一种叫做以太粒子嘅嘢感染咗，感染完之后咧又翻翻去地球。雷神落地球找佢，发现佢被以太粒子感染咗，跟住带佢返阿斯加德度睇医生啦。这个时候雷神嘅仇家上门寻仇，最后雷神就打赢咗仇家啦，而攞出嚟嘅以太粒子亦即係现实宝石，就攞咗去收藏家度收埋啦。第九部美国队长二，美国队长跑步嘅时候识咗好基友猎鹰，然后佢发觉成个神盾局入面都係厌仔，基本上都係九头蛇嘅人。哇，咁点得啊？所以美队带埋黑寡妇同埋猎鹰去搵九头蛇开片啦，然后就发现九头蛇嘅头马竟然系美队失踪多年嘅好基友 Bucky。Bucky 而家仲有一个好响嘅朵叫冬日战士。最后美队同 Bucky 喺飞船上面激情互殴，美队略胜一筹打赢咗反派，而 Bucky 亦都再次失踪。第十部银河护卫队，星爵无啦啦偷咗个波翻嚟，然后又无啦啦俾人追杀，然后俾人拉咗去坐监啦。喺监仓度，星爵拉埋绿色阿凡达、火箭小当家 Groot 同埋纹身佬一齐组成银河护卫队，一齐越狱。最后跳咗拍舞打赢反派，跟住星爵一开始偷翻嚟，然后交咗俾山达尔星保管嘅嗰个波，竟然系力量宝石。第十一部复仇者联盟二，哇，呢一部实在太复杂啦。简单啲嚟讲，即系开头复仇者联盟同九头蛇打咗交，然后钢铁侠同埋绿巨人唔小心整咗个奥创出嚟，跟住复仇者联盟就同奥创打咗交，然后唔知点解快银同埋红女巫就做咗奥创条靓，跟住复仇者联盟去到非洲又同奥创打咗交，然后钢铁侠装咗反浩克装甲同绿巨人打咗交，跟住唔知点解复仇者联盟就全体去咗鹰眼屋企食饭，然后复仇者联盟去到韩国同奥创打咗交，顺手抢埋奥创嘅皮肤，然后用 Loki 权杖入面嘅心灵宝石，再加埋奥创嘅皮肤，做咗个幻视出嚟。最后
复仇者联盟去到欧洲又同奥创打咗交，绝之打赢啊！唉，总之成部片就系咁打嚟打去啦。第十二部蚁人，啱啱出狱嘅无业游民 Scott 去挞咗一件衫，跟住佢就变成咗蚁人啦。第十三部美国队长三，黑豹个老豆突然间俾人炸瓜咗，大家都以为系美队嘅好基友巴基做嘅，所以黑豹喺度追杀佢，美队喺度揾紧佢，最后揾到啦。巴基就话我冇做到啊，美队就表示啦我上顺利啊，然后钢铁侠就呷醋啦，跟手佢叫埋战争机器、黑豹、黑寡妇、蜘蛛侠去捉奸，去捉巴基。美队就表示啦，超你以为净系得你识 call 吗？跟住佢就叫咗巴基、猎鹰、鹰眼、红女巫、蚁人去同钢铁侠佢哋开片。后来发现原来巴基真系冇杀到黑豹佢老豆嘅，去杀嗰个系钢铁侠老豆。美队就表示啦，你听我解释啦。钢铁侠就话我唔听，我唔听，我唔听。最后美队同巴基联手打低咗钢铁侠，然后集体玩失踪。第十四部奇异博士，天才外科医生 Doctor Strange 因为揸车嘅时候玩手机，跟住导致炒车，两只手直接报废。为咗医好只手，就走咗去尼泊尔学法术，跟住佢就变咗奇异博士啦。而最后帮佢打赢反派嘅嗰只乜嘢乜嘢之眼，就系时间宝石啦。第十五部银河护卫队二，银河护卫队因为太串，跟住俾人追杀，然后俾星爵嘅老豆救咗。不过其实呢个星爵嘅老豆都唔系啲咩好人嚟，星爵当佢系老豆，佢竟然将星爵当系电池，然后又谂住征服全宇宙，所以最后银河护卫队咪做瓜佢咯。第十六部蜘蛛侠，钢铁侠好中意蜘蛛侠，所以送咗一套好好用嘅战衣俾佢。第十七部雷神三，原来雷神仲有一个好劲嘅家姐，一嘢就揸爆雷神个锤，然后将雷神打咗去唔知边个星球度。喂，咁啱得咁巧，原来 Loki 同埋六巨人都喺呢个星球度，雷神就带住 Loki、六巨人同一个失散多年嘅女武神去揾佢家姐寻仇。虽然最后打赢咗，但系成个阿斯加德都烧烂晒，唯有冚家坐船去移民，结果就遇到咗灭霸啦。第十八部黑豹，黑豹翻去继承王位，结果输咗俾自己堂细佬，跟住佢唔忿气就拖马再打过，最后终于打赢咗。第十九部复仇者联盟三，哇呢部嘢复杂咯，大概就分成咗雷神、美队、钢铁侠、灭霸四条线。雷神线就系雷神撞咗灭霸，跟住就俾灭霸半家产，跟住死剩半条神命嘅雷神就遇到咗银河护卫队，然后就带住火箭小当家同埋 Groot 去爆装备，爆咗把极品雷神斧之后就翻去地球劈灭霸啦。钢铁侠线就系、是、原本喺雷神嗰边嘅六巨人突然俾人传翻地球，咁啱就跌正奇异博士地头，然后奇异博士去揾钢铁侠，又咁啱系呢个时候灭霸啲僆就杀到嚟啦，又咁啱得咁巧蜘蛛侠就喺附近，然后奇异博士俾人捉咗，钢铁侠、蜘蛛侠为咗救佢就上咗灭霸嘅飞船，然后将计就计去咗灭霸地头，谂住同埋银河护卫队一齐伏灭霸，结果准备赢嘅时候，星爵一拳打出复联四，灭霸去咗地球。美队线大概就系、是、美队接晒所有人去黑豹地头，然后同灭霸啲僆开片，而灭霸线就系、是、灭霸首先去山达尔星抢咗力量宝石，再偶遇雷神抢咗空间宝石，再收藏家度抢咗现实宝石，然后去唔知边度攞咗灵魂宝石，然后去奇异博士度抢咗时间宝石，跟住再幻视度抢咗心灵宝石，最后打咗个响指，全世界嘅人就香咗一半啦。你系咪唔知道我喺度讲紧乜嘢咧？唔紧要啊，我都唔知道自己喺度讲紧乜嘢。第二十部《蚁人二》，为咗救黄蜂女嘅老母，蚁人同黄蜂女一边揾道具，一边打反派，最后成功打赢反派，亦都成功救出咗黄蜂女嘅老母。不过好可惜，最后灭霸打咗个响指。第二十一部《惊奇队长》，原本系地球人嘅惊奇队长一直以为自己系外星人，然后佢翻到地球之后先醒起自己原来系地球人。总而言之，惊奇队长最后打赢咗反派，仲俾咗一个好劲嘅 call 机，俾当其时仲未变单眼嘅单眼佬，话有啲乜嘢急事咧就可以 call 佢啦。然后灭霸打咗个响指，单眼佬就急 call 佢啦。由钢铁侠开始一路讲到惊奇队长，我讲得咁 hea， 竟然都讲咗咁耐。原来不知不觉呢一班超级英雄已经陪伴咗我哋十一年。复联四上映，我哋去睇嘅根本唔系电影，而系青春。无论结局如何，我哋都奉陪到底。好啦，时间差唔多，我哋准备睇首映，听晚见，拜拜。